我们来到哪里？来到东港，屏东大鹏湾这附近有一个东港。东港 的海鲜料理是全省哦数一数二，而且是一级棒的。我们今天的采访的对象呢，是来采访我们品香园，对不对？海产城的老板跟老板娘。那老板，这次我们这个算是哪一种类的团餐？我们这个是我们团餐的。英影这一次的，对所研发出来，我们研发的东西都是用我们屏东这边的特产，融入在这个团餐里面。团餐里面，那这次的比赛的项目呢？比赛的那个权限，观光局，那个团餐大车拼。哇，观光局团餐大车拼不简单呢，静莹哈，每一样料理都非常的大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介绍这，来。从哪边开始介绍？都可以。咱那有头有尾，咱为咱的酒班开始。好，来开始，咱那个主厨讲讲者。这个瓷班是我们屏东这边那个枋寮这边的。枋寮这边的一个鱼类。对，我们这一周的餐的话，结合我们屏东当地很多的特产在这里面。这个瓷班鱼是那个我们枋寮这边。这个尾鱼是我们东港这一边，这边的特产的对啊。那你的迄个像石斑是用咱的破机啊，来用吹的对啊，树脂。咱就是用破机，来做清蒸。做清蒸。它鱼如果新鲜的话，清蒸是最好吃。清蒸是最好吃。对，它也可以做汤类的啦，也可以做红烧。而且它的胶质非常的多。对。胶原蛋白。是。鱼类的胶。这是咱东港上有名的，黑尾鱼。这是咱东港最爱的尾鱼。对。啊，咱是个呈现方式的是做铁板。做铁板。做西式化的方式呈现。它有两种口味。它有两种口味，要吃黑胡椒酱的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要吃蘑菇酱的，也可以，随客人喜欢，随客人喜欢，对，这一道料理嘛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香蕉，香蕉是咱嘛是算屏东的，咱屏东家的香蕉，屏东家的香蕉，对，啊，里面包裹的是虾子，这一道叫做香蕉虾卷。香蕉虾卷是哇，香蕉美人虾卷，这个真的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哈。对，它也可以做点心用啊，也可以做餐用，也可以做餐用，也蛮大气的哈。看起来啊，那这个是咱的，这个是海鲜羹，海鲜羹这些东西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这边渔港，它捕捞回来，捕捞很老外的，很老外，啊，里底有虾啊。有虾啊，有羹啊，有鹅啊，有蛤蟆吧，很多海鲜，还有海鲜嘛，对，做的一个羹，那个海鲜的羹，海鲜羹类，对，这是咱东港上有名的樱花虾，这个是樱花虾饭，樱花虾饭，这个是樱花虾，是东港这边的特产，而且这个米看起来很 Q， 我刚刚有吃，有哈，这个米是特殊的米，对不对？老板娘，你去倒位选的米？哎呀，特选呢？选那个今嘛电视上有广告的台根九号米。台根九号米。对。哇，恁开饭店物件，咱可以吃饭，当物件拢用的食材才好的，对吧？吼，都是大的品牌的，对吧？吼，哇，这是咱反正咱南台湾嘛有名的。对，这是万峦猪脚。万峦猪脚。这是在潮州万峦那一边的特产啊，特产也是把它融入在这一次的团餐的菜色里面。这样子看起来很富贵哈，富丽堂皇啊，这样子很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很 Q， 我知道。对，那个万峦那边的猪脚是有名的。是。这个是哇，活跳跳的，这个虾子是。这个是我们东港这边捕捞的明虾。明虾，这大尾呢？对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。你刚才是用雷的，它是用海盐。海盐。等一下，我点下去海盐，它会直接把它的虾子直接烤熟。直接烤熟。它都没有经过那个水穿烫。都没有经过水穿烫。最主要是要吃它的原味。原味，也有点类似阿美族他们的那种石板料理，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石头料理，锅物的石头料理。这个是我们的大车拼的主轴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是拼盘，里面就是包含我们这边的
特产啊，生鱼片啊，樱花虾啦、啊，鱿鱼池，东港三宝在里面。哦，东港三宝在里面。再搭配一些食物。食材上来就五福临门，对，哇，团团圆圆这样，这样一桌。那我们的汤品呢？我们这个汤是做比较西式化，哎，比较西式化。嘿，它的汤底是用南瓜，南瓜，我听说我们屏东的南瓜也很有名，对，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天气比较炎热一点，然后我们这边的算市民，屏东市民都很热情的，对吧？所以那南瓜捡起来，大家都做好脚做丁。是，最近南瓜也是很养生，养南瓜也很养生。哇，老板娘很懂得吃的料理哦。嘿啊，那这样子圆圆一桌的大虾饼啊，那个团餐哈，这样子的话高贵不贵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就每一样食材都非常新鲜，而且也是延续于我们最道地的，对，还算是我们算是东港这边的，对，都是我们东港啊，屏东这边的特产的东西融入这一套餐里面。哦，这套餐里面，对，老板对我们海产也很有研究哦。对，嫁给那个厨师的孙子。自己就要会煮，我就对。老板娘很会煮。老板娘很会煮，不是讲第一次的，那个请水水单头给那个煮我一家。他很厉害呢。他很厉害哦。如果我们外汇的部分呢、啊？他一个人带出去就做了呢。就按呢满载而归啊。外汇的部分呢、啊？你真的是出去外面，你点点啊，会找这个叫四爷太太安尼的对吧？真正吼、哦，阿母人讲阿母港心嘛，九头生金嘛，对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哇，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的那个大车拼的哈、算是那个团餐哈、希望大家能来投我们这一家就是品香园海产城。那我们的电话，我们的定期专线跟我们的电话是08832-9998啊，我们的住址在位于哪里？屏东县东港镇光复路一段97号。我们的宝号再讲一次嘞，品香园海产城。那欢迎大家，那欢迎这一次我们的票选，我们把我们的票选再讲一次。我们的票选活动是观光局主办的团餐大车拼。对啊，希望观众朋友你赶快哦，有看到的话投我们品香园海产城一票，那他绝对会让你就是来到我们东港这边，好像来到自己的家里面的厨房一样，对不对？对然后老板、老板娘还有他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，会招待你们呢、哦。而且吃所有吃的，我们这边海产城哦，就是我们所有团队哦做出来的这些餐饮的话，绝对让你不虚此行。而且每一样道地的料理都是在地的食材，在地的食材，对不对？是。那跟观众朋友。